天就在早上七点展开，这里叫无限把地板擦干净，然后大拉洗衣再把地板擦亮，再擦一次，但时间只过十五分。于是我读一本或两三本的书，在我的画室里增添更多作品，弹吉他织毛衣，最后再来做饭，不知道人生何时改变。是飞镖和烘焙，做个面具，然后发蕾夕阳旗，陶艺还有富裕，做点手工蜡烛，深蓝要画些花。